穿官服，头戴官帽，年过半百，才学走道，咋的呀？娘们当家就得听话，这狗撵的鸭子，我是硬底上架呀！原本是京城有名的豆腐官，只因为手艺好，生意才拔了尖儿。趁俩钱豆腐婆苦了吧的甜大眼，东跑西颠给我买个官，拉拉鼓指挥盗洞，哪会磕酱杆，豆腐酱当先令，我实在难扛这个弦儿。连日来折腾的我呀，脸都不是色儿，又接客又送礼，不是跑来就是颠儿。命受罪见了婆娘还得迎笑脸儿啊，若见她不高兴我还得哄着玩儿。没有办法啊，常言说得好啊，这骡子驾辕马拉套，老娘们当家是瞎胡闹，你这家这两天把我折腾的啊，头发也打卷了，瘦的抠了眼了，吃饭也吃不点了，下车也露脚板了，再折腾两天呢我也离死不远了。我也寻思好了，这呀，这叫啥呢？抱孩子跳井，我也喝出去了。嘿嘿嘿，我说媳妇儿啊，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换我有啥事儿啊？你是让我给你端茶倒水呢，还是给你捶背？揉大腿呢？还停吧，瞅你那德行，一说话呀，不是豆腐婆就是媳妇儿，你就不能整两句高雅的词儿让我也听听？我现在呀可是贵夫人了，知道不？哎，这家当上几天县官夫人家还上档次了还？啊，那行，我说老伴儿啊，你换我。我就那么老吗？啊，叫年轻点的。年轻点，现在年轻就啥词儿呢？哎，有了。我说亲爱的呀，太贱了，鸡皮疙都要起来了。你不是说要听流行的吗？就得时髦的。时髦的马子。香港那帮官起的就叫马子吗？不能那么叫。那叫啥呢？哎，有了。哎，我说搭理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很时髦的意思。这两天电影院就放着玩，我说搭领啊。哎呀，拉倒吧啊，叫娘子啊，那就叫娘。哎，这子儿还没出来干啥呀？叫夫人吧。哎，夫人呐、嗯，你换我合适啊？我合适，你吃亏了。你看，跟你要整高雅词儿，完整完你还听不懂。我说的意思是你张我说东北话吧，你张我干啥？哎呀，可别在那吹了，还等你还在那拽上啊？我说老公啊啊。你说我现在都已经是县官夫人了啊，你咋也不知道夸夸我呢？夸过你啊？我这两天都把我折腾没气了，我还哪有闲心夸你呀？我夸两句吗？夸两句谁？你不用夸，从咱我当着县太爷呀，你当着贵夫人，你是越长越漂亮，是吗？你看这家这头型啊，啊，家巧都不敢往这落，咋的呢？怕扎屁股呗。咋这么不会说话呢？明天呢是知府大人寿诞之日啊，你说就你这样的，连话都不会说，到外人面前不请等的给我出丑啊？我呀，你看你这样吧，身穿官服，头戴官帽，说话粗俗惹人发笑，拿不出官腔，唱不出官调，穿上朝靴就不会走道，为了不让你在外人面前出丑，从现在开始你就给我练走道，知道不？啥时候练会啥时候算，要是练不会呀，我就把你的腿撅折，钢裤拆掉，我让你到阎王爷那提神宝道，知道不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还练呢，夫人呢？练。这两天都快把我折腾没气儿了，还练呢？那也得练。不是，夫人，咱俩商量点事儿吧。啥事啊？你说我这一走官步，怎么就浑身不得劲儿呢？这玩意儿有啥不得劲儿的呀？你想啊，这我是一个做豆腐的出身，你虎了巴的给我买个官，身上套这么大个圈，原先我是围着墨转圈，现在我除了转圈就钻圈，除了钻圈就转圈，我也寻思好了，早晚死在圈里边。不行啊，你就得给我练。
哎，夫人呐，嗯，要不我先走两步给你看看吗？那你走两步吧。走两步你看看。行啊。看我这两天白没白练。哎，好。习惯了吗？这不是吗？那你说咋走呢？我说老公啊，你现在呀、啊、可是县官老爷了，可不是原来那个豆腐匠了，知道不？说话呀要斯斯文文，这走道啊要四平八稳。我说夫人呐，啊，也那事你还不如直接就杀了我得了。咋的了？你说我一个做豆腐出身，我能那样？你这样、嗯，哎，要不你走两步给我看看？我走两步啊？那你看着点啊。哎，走两步我看看。夫人呢？像不像？像，太像了！你说你像啥？像啥呀？就好像电视里边那模特走那两步道似的。你可拉倒吧！那时候哪有电视啊？咱家不有钱吗？冰箱都有，啥叫没电视呢？老公啊，啊，那咱俩开始练呢？还练呢？练呢？真练呢？哎，行，那就照你说的，那就练。我这100多斤啊，就交给你了，就折腾吧。哎咋的了？迷糊。他迷糊，快起来，看是不是蹲屁股了？哎，咋的？都是我说你啊，一点都不会说话。啥也不会说话？这是屁股啊，太俗气了。那咋说呀？这叫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当两天贵夫人，屁股都不叫屁股，叫臀了。你要官要再长点，不得整出后秋来呀？老公啊。啊。屁股都蹲两半了，你拉倒吧！你那臀压根就两半，忽悠谁呢？那玩意儿，那你要真能蹲出八半，还值钱了你。怎么的？咱啥也不用干了，天天上市场卖臀去呗。拉倒吧你！去，给我取1000块钱去。你说呀？取1000块钱？你看个破臀要1000块钱？谁说我看臀了？那干啥呀？给知府大人拜寿，能空着手去吗？啊，随礼啊？当然了。随礼随1000块钱。1000块钱还多呀，去去去取钱去。蹲。我说夫人呢，啊，咱家可就剩这1000块钱了啊。都给啥？都给你，就剩1000块钱了啊。你把钱都挣哪去了？谁挣哪去了？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呢。你当家你说了算，天天我做豆腐你管账，你说这钱你挣哪去了？你问我那花了就花了呗，钱是贱种，越花越有。再者说了，你今天虽然花了1000块钱，说不上明天能挣来10000块钱呢。你瘦驴拉硬石，你就撑着唠吧你。行，哎，行了，这不没事了吧？谁说没事了？还啥事啊？再给我做两盘豆腐去。做豆腐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媳妇啊，怎么的？这两天当完贵夫人，不是大鱼就大肉，吃够了吧？想吃豆腐了吧？我才不想吃呢。那做豆腐干啥呀？明天给知府大人拜寿。哦，你拉倒吧，夫人呢、啊？真有意思，送礼哪有送豆腐的？再说那豆腐那玩意，那宴席上能上吗？那寿宴上，你们家寿宴上往上豆腐？说你不懂吧？啊，寿宴上摆豆腐那是豆腐的意思。哦，那也好吧。嗯，明天上市场给他买两盘送你就完了呗。那可不行。人家知府大人点名要吃你做的豆腐呀。哎，你说啥呀？你说知府大人点名要吃我的豆腐？对呀、啊、为啥呀？你做的豆腐好吃啊。
我做豆腐好吃，知府大人怎么知道呢？我告诉他的呀。呀，咦呀呀呀呀呀！我说夫人呐、咱俩过这么多年，你也没说我做的豆腐好吃。今天你在知府大人面前说我做的豆腐好吃，那你说我这豆腐好吃在哪儿呢？你听着。论手艺满京城是你数头一份儿，是吗？做出来的豆腐咋样？嫩嫩炒炒，水水灵灵，颤颤味味，白白净净，都能照进人儿。净吹！只要是吃了一回，管保你想下顿儿。能吗？最好吃的要数那油油乎乎、黄黄莹莹那个豆腐皮儿，馋人儿。年轻人吃了你的豆腐能壮的胳膊腿，老年人吃了你的豆腐延年益寿，脸上没皱纹，没皱纹。你去回话，你就说我现在是县太爷了，不是那豆腐匠了，本官我是猪八戒摔耙子，咋讲啊？不伺候他那套猴。去，我说老爷啊，你今天说啥都行，但是啊，不做豆腐可不行。为啥呀？你想啊啊，知府大人过寿可不是个小事儿，在这节骨眼上啊，他就得挑刺儿，麻花不吃要那个劲儿，在这节骨眼上要把他得罪了，他用手这么一轻轻的一扒拉，你那乌纱就得落地儿，咱花了钱丢了丑，到时候还闹得自找没趣儿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你拉倒吧，我这官本来当的就没趣儿。只有官职没有官饷，啥意思？天天也不给开工资，我还得给他做豆腐，拉倒吧。那这豆腐你到底做不做吧？我不做，不做就是不做。怎么的？那我都答应人家了。你答应你做去。再一个，你想啊，我这县太爷给他做豆腐，不又成豆腐酱了吗？我成豆腐酱，你不又成那豆腐婆了吗？那买个官干什么玩意儿？你真不做？不做。我说老爷啊，这几天你东跑西颠的，是我把你累坏了？说不上啊，是胳膊酸腿酸的，要不我给你揉揉，一会儿就解乏。哎呀，我说夫人呐啊，你说我这胳膊呀不酸，你说我这腿呀、也不酸，就一个地方酸，想摸你还够不着啊。什么地方酸呢？我心酸。心酸？是苦吧？要不给你取两瓶饮料喝去啊？不喝呢。老爷。怎地？人家都说咱俩是那恩爱的夫妻。嗯。你说是吗？那你说谁说他就不是了呢？那你说这事儿啊，是我答应下来的，到时候啊交不上差儿。知府大人怪罪下来，那我丢了你还能捡着我？这个，哎，那以夫人之见呢？那赶紧做豆腐呗。我说夫人呐，啊，那咱家驴都让我卖了，高啥辣沫呀？驴卖了，驴卖了不还有你？我是驴？你拿我当驴？不是，我说那意思，那驴卖了你就自己拉呗。你拉倒吧，咱家那俩大磨你不是不知道，毛驴拉都费劲，我哥能推动吗？那你推不动不还有我呢吗？呀，我说夫人呐、以前当豆腐婆的时候你连豆腐房都不进，现在这个已经当了贵夫人，你不怕降低身份？你说庄稼佬看麻花哪来那股邪劲呢？这不为了交差吗？哦，为了交差。哎，夫人呐、那这回咱俩商量商量，这回推磨我把衣服脱了行不行？不行，这官衣我穿着实在是不得劲儿啊。那也不能脱。我夫人呐，啊，那不脱呀？不脱。那就穿着吧。啊，那现在干啥去？进磨坊磨豆腐去呗。现在就去啊？对呀、那夫人请。老爷请。夫人请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起磨吧。起磨。起磨。那就起磨。
那办事那家常事儿啊。进磨坊抱磨杆我是头一回啊，我单手推磨只用了三分劲儿啊，哎，我全身用力脚心扎下根儿啊，磨杆可真么沉啊，就好像推千斤儿啊，哎啊啊啊少天哪，多少天没这样活动那胳膊腿儿，哎，我顺手再往盆里加了一瓢水，哎呀，冷不丁我一听顶了我的小肚子儿呀，哎哎呀，夫人呐，你这是咋的了？我肚子疼。肚疼啊，妈呀，头回进磨坊是不是凉着了？没事，放俩屁就好了。可拉倒吧你！你一撒手，这磨杆把我肚子给顶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那刚才这事怨我了，我就一光顾添水去了，忘了你搁那边了。怼没怼坏啊？哎呀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哎，夫人呐、啊，那这样吧，那实在不行就别磨了呗。那能行吗？那咋交差啊？那还磨呀？还得磨。重新起磨。重新起磨。行，那就重新起磨。推上这头一圈啊，头一圈轻车熟路，顺手又顺劲二歪。头一回抱磨杆，心喜爱又蹊跷。你就好像笑啥呀，大姑娘做花轿呗，咋的呀，脸上含笑心里高兴，浪不溜丢啊直飘摇。二一圈背靠磨杆，蹬腿往后稍吧，哎哎呀，二目圆睁我低头又冒烟哇，哎呀，夫人你两眼盯紧，千万可别错号，这巢穴要是掉了你得去拎着。三一圈杀下腰啊，推磨把圈绕，凤脚我虽然推磨身气啊也算高，高吗？高一步了是一步了。武大郎上锅台也没高多少对吧，你上边刚露头，下边把嘴糟，还咋还遭罪了呢？掉豆腐锅里让人给煮了呗，不切的呗，灯秃噜了。四一圈输尽活血，浑身哪都好歪，四肢无力，裂裂切切走道像摔跤。夫人你想要浪了也得挑挑道啊，我这是浪吗？那你搁那扭啥？不然脚上打泡，怨可怨不着。捂一圈天肚子加水，他自个磨杆抱吧，哎哎哎呀！无奈何，只好推磨才能把才交。先前这豆腐婆人前嫌还臊，反成了落水狮子，咋还抖了毛？第六圈撒着花，使劲往前跑，哎。溜得我筋骨疼痛，好像折了腰。第七圈身穿官服，还得走磨道，骑虎难下，吃苦遭罪，我也没啥招。第八圈推着磨杆，好似抬棺轿，巴不得立刻磨完我。咋的？我说话，我好直直腰。这事儿你自作自受，我也跟着吃过烙。究竟是荣是辱，是好还是闹？是指望做夫人比豆腐婆好，对吧？哪知我图虚荣，自己把罪招。使足劲推着磨杆朝前跑啊！赚得我
是圈儿满身流汗，好像大雨浇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老爷呀，啊，梦完了吧？梦完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谢天谢地，可算梦完了。梦完啊？今天这梦完了，明天你还得拉两盘来。明天还得梦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啊，谁要磨咱也不磨了。你拉倒吧，明天这个你更惹不起呀。谁呀？就是咱管咱们的州官老爷呗，也传下话来了，说我做的豆腐好吃，明天再给做两盘。那可咋办呢？你说咋办吧？谁让你让给花钱给我买个官，身上套这么大个圈呢？这回咱俩就没事围着磨转圈吧，还他妈没一个给钱的。那你还是豆腐匠？你还是豆腐婆呗？那咱俩这钱花的也太土匪点了。那不都怨你吗？那也不算太土鄙，管俺弟也是个官啊。啥官啊？豆腐官呗，这不你要的吗？哎哎。